看着啊，宝贝儿啊，全是搞美术的，应该是圣地了啊。今天免预约啊，好像有大师展览，得怎样啊？宝贝儿看，这个调调很对啊。来看展的人呢，几乎都是一样的，跟我差不多，差不多都是这种怪人。这个好像是一个大师，名字叫做潘鹤，2020年去世了，他留下了许多旷世作品。这个是广州解放纪念碑，这是他的作品。这个是现在深圳市委大院的那个纪念碑，透光油的。是一个柱子，他的作品的话都放得很开的，有的时候已经抛出了那个体制内的一些东西。他是小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的，这些作品，而且都在比较重要的地标性地段出现了，真的。也可以说是纯艺术，没有限制的一种艺术。这个好像是可以根据电流还有内心的感触形成一个画面吧。每个人的心理心态跟电流产生的变化应该是不一样的。真艺术。牛叉吧。都是大咖。这种很脆的这种画风，我一直都很喜欢的。很脆的那种画风，重着。这层作品挺好，这种在纽约的话随便一幅都可以卖上价的。这种
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哎，一到下午的话，这个地方就开始站那个，已经开始站长队了，进这个。广州市消防队救治。Yeah, I'm not good.